滅魔創歷史，波帥 Go Crazy， 波華師盡情嗌啦，嗌到面容扭曲都值得噶。你带领嘅热刺终于打破宿命，23年以嚟首次扬威奥脱福球场。礼拜六作客以3-2击败曼联，热刺联赛3连胜，送翻口气先啦。热刺开波两分钟就维顿汉先开纪录，加利库巴利喺32分钟帮热刺领先两粒。虽然红魔彭纳尼51分钟追近，但系丹普西1分钟之后门前执鸡，热刺领先3-1啦。54分钟向串仔再为红魔追翻粒，但系红魔都阻止唔到6连胜告终。今季首次主场输波，谷气嘅辉尚赛后赖补时唔够，应该唔止补4分钟咁少喎。只不过辉尚又唔諗搵38岁杰斯、37岁史高斯同31岁卡比克打中场，活力有几强啊。热刺嘅迪比利同新到云尼亚里仲唔玩残佢哋，太阵出错点可以怪人呢？